此际北加州分会首次主办家庭安全博览会，希望让民众能了解社区各项防灾安全资讯与资源。消防车到现场展示防火安全，还有急难救助包，教导民众要居安思危。现场也要教会你如何在关键时刻抢救生命。今天最重要是一定要你们要试验，你才知道 CPR 容易做还是不容易做。慈济北加州分会首次举办家庭安全博览会，结合华侨界六大组织，教导民众善用资源，为急难状况做好准备。这一次的活动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模式，因为它是借由慈济啊做善事，来结合我们本地 local 的好几个社团啊，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知道说怎么样来运用我们主流社区的资源，把我们民间的资源跟主流政府的资源结合在一起，来帮助我们社区更安全。一整天的活动近动态都有，邀请专家一一说明。静思府会防灾用品也在现场做展示。本地的政府机关或者是本地的志工互动看我们还没有什么能够再提升跟改良。结合各界力量，面对多变的灾难，就能够建立更完备的防护基础，真正落实安全的生活。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美国综合报道。